看了切尔西1-2富勒姆这场比赛的朋友们，你们还好吗？反正我是很不好，我真的无语了，真的，切尔西你们真的在踢一种很新的足球，我觉得是不是大家找一个就是佛去拜一拜啊？伦敦市中心有一家佛庙叫佛光寺，非常灵，非常灵，我推荐伯利带着全体切尔西球员还有主教练波特一起去拜一拜吧，真的真的去拜拜佛吧，我觉得这个风水实在是太差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菲利克斯刚来上半场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作用还是有的。结果下半场好家伙，直接一脚蹬踏，红牌，直红，三场停赛，也就意味着什么呢？他1100万租来的，结果好家伙，停了三场，也就是说一共也只能踢十来场了，1100万，也就是说平均一场50多万，好贵呀，真的太贵了。然后扎卡利亚又伤了，就是场均一伤，这个医疗团队怎么回事啊？这还有人用吗？我天呐，切尔西，你们真的！求求你们了，赶紧去拜佛吧，我真的看醉了。